众所周知，咱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不单单是对日本、韩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，对于越南、新加坡等共南亚国家，甚至是美洲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其中，我们中国的茶文化更是影响深远。中国是茶的故乡，据说在神农时期就已经有饮茶的习惯了。据统计，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地区和人喜欢喝茶，每个国家的茶文化都各有千秋。有一位美国人就特别喜欢喝茶，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当地的超市买茶叶，喝茶已经成为了他的日常习惯，并且对中国的茶叶赞不绝口。尽管每次美国人都要花上一笔不菲的价格，但他仍然非常热衷于喝茶。他看到这个茶叶的售价这么昂贵，最近又要去中国出差，心里想着中国朋友也应该非常爱喝茶，给中国朋友带一点吧。